己。那个麦克风要往上翻。对不起，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刚才是我们这里的闪失啊，因为那个录音应该还是有三分钟的限制的哈，那实在是很不好意思。好，那不好意思，这位先生，请说。部长，议员，还有各位专家，我刚刚听到你这个，刚刚这位主委先生讲的话，我心中非常的不以为然。这个世界没有错，科技带给了我们很多进步。我们也相信了很多专家设计出来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地球它没有在等待你，它已经在跑出了。任何经过仔细计算的东西，你不能够保证它不会发生灾难。我在这边跟部长特别恳求的是，那块地实际可以在原地把你们的建筑物好好的整修，我相信这个是法律可以许可做的。为什么一定要去动一块土地？实际当初花了那么多钱去买了这一块荒废的土地，要做什么东西用？你们实际人有没有好好去想到这个问题？谢谢。谢谢。那还有没有要发言的人？后面这个蓝衣。